三颗石头的布局一定要注意，就是要有大小之分。那大小之分之外呢，这个在安排上呢，这个有一种叫小的石头中间夹一个大石头，这个简称小尖大。那另外还有一种叫大的石头中间都用个小的石头。那这个叫大兼小，那这个主要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石头的安排一定要有大小之分。我们在画石头的时候，石头的轮廓跟里面的穿插要一次的把它解决，一次的把它画出来。那再来这边是一个暗的面，它现在有上面跟下面左右。这边它比较亮，所以我们穿插比较少一点。画石头就是要寸有差，那寸的话表现石头的这个纹理，跟它块面的界限、前后的界限。我们再画另外一颗石头。那这个地方有一些凹凹凸凸的变化。这样的地方就穿插少一点，再来画这个中间夹的大石头，因为它是在后面。它这个是这个地方是暗面，所以我们可以画黑一点。这个受光的地方的线条不要太粗糙。
后面靠近前面的地方，我们可以稍微加暗一点，这样可以前后陪衬。这样子水墨完成，就是大的石头两边是小，就这个叫做小尖大。我们现在墨色干了之后，我们开始来染墨。染墨的时候，我们都是一样，先从最暗的地方染起。这个后面的地方要靠近前面的地方要暗，暗的话它可以衬出前面亮，所以前面靠近后面要亮，后面靠近前面我们一般都暗一点。再来就稍微调淡一点，染就是次暗的地方。那上面受光，那稍微亮一点。那这个前面这一块也是稍微亮一点。然后再来染前面的，最后再整体修饰一下。
这样就完成了。